的 Emma。Emma， 要不要说一下你喜欢的风格是什么样子？然后希望心如今天替你大改造成什么样的风格？都是喜欢比较甜美的感觉，也是挺甜美，应该是心如的强项，对，强项，真的。所以今天是为了心如而来的吗？对，我是。就可以给他大改造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耶。所以今天也是想要走甜美的风格。是，没错。哎呦，这对心如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虽然呢，甜美风格也是他擅长的，你会发现没有说外表甜美而已啊。也是，他可能内心是位王大哥。可是呢，待会呢，你要把两个分别的女生，然后都打造成甜美的风格，有一些想法了吗？嗯，要带他们去挑一下衣服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就请心如先替分别的一位吗？好，那就先伊娃好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来来来，那你们先。现在我要换第二位了。那么快？对啊。哎呀，先不要告诉我们，赶快进去。会买衣服的，他好可爱，他就拿了衣服说：“哎，我要去哪里？”那你们在这里晃吗？我是不建议啦。我也好想看的，不会是别的，今天周年庆人很多。好的，那 A 嘛，现在就是甜美嘛，也是甜美风格，就麻烦心如再替我们准备一下的，麻烦你一下。非常的火辣，所以在你刚刚挑衣服的时候啊，你有特别注意到这些特点，或是想要展露给大家看哪些特别的地方吗？有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都算是瘦瘦高高的，然后就也腿很长，真好。所以待会呢，就会可能会露美腿给大家看了。对，一定有一个，一定有一个，我很期待到底是哪一个会露出他的美腿，我也很期待。那其实除了看到我们两位 model 身上今天有很大优惠啊，就是他一待会他们身上的衣服呢，全部啊，都下杀6折以下，6折，今天6折，今天全面6折，而且他们身上衣服啊，甚至比6折更低，就是今天的特惠组合，就是由我们心如所挑选出来的这两套，所以待会大家可以把握机会。另外现场也有很多衣服没好。都只要6折起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。哇，今天也太划算了吧！是的，那心如你有发现吗？其实，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购物袋。然后在我们聊天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有提到很多关于你之前的计划，之前的发生什么事，然后之后，对，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之后会发生什么事？大家呢，请耳朵竖起来听。之后我们心如呢，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要跟大家分享？之后就是我现在快要出了有我的新书，对，在12月中就可以开始预购，然后明年1月2011年的新书，这样也太好了吧。所以当我们看完女王下班之后就可以去预购心如的新书。那新书可以跟我们透露是关于哪方面的呢？关于就是跟我领养的2只流浪猫有关系。我的书叫做爱猫如我，爱猫如我，所以是你的一个爱好，然后跟自己本身的结合。对，就是里面我会写很多，就是可能我跟我的猫一起相处的很多私密的事情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要知道到底是哪些私密的事情，就例如我会脱光衣服跟他们一起洗澡啊，就是人猫。别说，请大家去预购。对，因为报纸已经写了。哦，脚在报纸，干嘛？我相信有很多男生朋友都很想知道，昨天报纸上面写的啊，就是我们的心如女王呢，是不是最近有很多追求者呢？就是回馈多啊。我已经说了，因为他们是逼问我，就是我的性恋情就是性活明配多啊。对，然后是穿着法国袜的衣服，然后抱着性恋情就对了。对，没错。但是这样很有收获，很会熬。所以请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讯息，或是想要得知心如到底是要跟谁，其实呢都可以去心如的部落格去看了。对啊，因为把生活的周遭发生什么事情啊，都会在那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我还蛮喜欢在部落跟大家一起聊天。对，然后除了女王之外，还有我们两个一起合演的爱情百岁也快要上了，这样子。对，还看到有人在点头了。11月19号，那我们说了那么多
新人，我们来送两个购物袋好了，就在他的出来之前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佳佳？在我们跟他聊天的过程中，我相信大家耳朵都有竖起来的。那我要问说，我明年在一月即将推出的新书叫什么名字？太简单了吧！第一个字是，第二个字喵，第三个字。第四个字，哎，都可以比耶。好的，那我们来数一二三，好了。好啊，这样比较公平一点。而且我要说，这购物袋真的很好用哦，但是很好装，我自己也都想要装很多东西。对，因为相信张若薇的衣服应该非常的多。好的，那来数个一二三，就把这个奖品送出去了。嗯，一、三。哦，你选吗？我选吗？我选这位甜美。好，他努力跳得很高。来来来说一下，他想一下。冰果，谢谢，爱猫如我。另外呢，还有另外两个问题。很快很简单的问大家好了，就是呢哪里呢可以看得到我们心如的部落格？心如的部落格是在哪里呢？请大声说出来。不会有人知道怎么可能啊？ P 开头的那个啊，为什么不举手？好，给大家一个机会哦，一二三，你是不是大哥？每次都是比克帮，恭喜你，好那么厉害啊。好厉害哦。没有，其实你也在比克帮很红好不好？因为打开首页都可以看得到，因为我话比较多啊。再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好了，现在呢所播放的这首歌呢，就是我们进入新的一个单曲，叫什么名字？一二三，还没什么时候就举手了，来大声说出来。哎，有两个人啊，是一起的吗？姐姐比较快哦，姐姐说一下。不对，第三个就是一个好，快点。没错，恭喜你！哎，那你赚到了，你获得两个购物袋了。好的，在送完大家那么多礼物之后呢，先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鼓励。呢就是由我们心如所变装完成的这个伊娃跟艾玛即将出场了。首先我想先听到大家的掌声，他们才会想要走出来面对他们新的这个样貌。法国娃娃，请给他们的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的伊娃跟艾玛。他们的优点有吗？有，因为本身你知道很巧，就是会跟放大。Oh my god！ 我觉得旁边已经感受到那个威力了。还有我们的伊娃的腿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对呀、啊，我跟美丽的书就是要展现给大家看。对，那要不要说一下当初怎么会想说要帮伊娃跟伊玛选这样的造型呢？嗯，因为他们刚刚的需求是那个甜美风嘛。对。对，然后像伊娃就是。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个性一点的路线，因为包括他的妆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保留一点点他喜欢的那种有一点个性帅气的感觉，但是又加上他刚刚是需求甜美，所以就选了这个大衣，就是比较有点松松的。对，因为今年其实很流行这种像斗篷类的上衣，然后呢感觉上呢有保持他原本想要的利落的感觉，然后呢可是样式上面就会选择比较小女生的爱心，就很有种甜美的感觉。对，放送给大家的爱心，把他原本一些杀气就藏起来，就是那个多了一点温暖，让人家更想靠近他。对，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裙子也好可爱啊，感觉有点像美人鱼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本身就想说，因为他原本就穿红色的裤袜来，就保持这个优点，然后去做一些上身的改变。还喜欢这身的打扮吗？都很喜欢。喜欢。好的，来看一下我们的 Emma。 Emma 习惯这样的风格吗？平常上班的时候是没有，但是假日的话会。假日是个辣妹。可以这么说。哇哦，梦想。那谢谢，我也来跟我们说一下，为什么当初会想
想说把 Emma 改造成这样子，感觉有点小公主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她今天装扮就是发型什么都比较公主的感觉，所以然后她当的甜美，她当也是要求甜美，对。然后想说，就是因为她本身人已经够甜了，所以就让衣服让她多一些个性，可是又有她想要的公主风，所以就选了这个公主袖。对，而且还有蓬蓬裙。我记得在这当中也看人家心如挑选了一个巧思，那就是这个。感觉有铆钉的这个皮带，对不对？因为心如好像也是比较喜欢有个性的东西，我很喜欢。然后加上今年很流行的这个皮草，对，反而不是大量的去运用皮草，而是只是点缀，就是用一点点小小的那个，就会让人家觉得还是看得到它的优点，特别看得到优点，然后又可以展现出不一样的样子，然后又可以搭配今年秋冬最流行的这个皮草，然后还有公主的样子，还喜欢吗？很喜欢。好的，那刚刚心如呢也有稍稍想要帮我评个分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两位一跟一嘛互相评分的时间了。你刚刚看到他的样子啊，你记得他原本的样子吗？记得。那你喜欢他之前的样子呢还是现在的样子？我喜欢现在。还喜欢现在的样子，就是感觉利落，然后又有点可爱，比较亲民的感觉。那你先帮他打个分数，我给你的优惠，你要给他打几分？100%，难不成是10？100%，那我给他95分。哎呦，很高哎，所以呢，这五分是差在哪里？他比我高。那我要给你们两个0分，因为你们都比我高。好，95分，所以你知道女生是中间啊，那个。都会小小的计算彼此之间在心目中的地位，所以他刚给你95分哦，一万记得。所以你喜欢他现在的样子？我超喜欢。腿也太好了吧，蓬蓬裙。你喜欢他蓬蓬裙？可是这蓬蓬裙有可能穿在你身上吗？改天可以试试看，改天可以试试看，没错。而且我得偷偷告诉你，待会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吧，都是今天的特惠组合，所以呢，不用等到改天，今天呢，待会就可以留下来试试看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是你给他评分的时间喽。他刚刚给95分，现在呢，大家耳朵听清楚了，女孩子之间们的战争就是这时候，你给他几分？我当然给他100分啊。不一样，心如给你们的一些小变化，然后就变成我们今天的发箍娃娃。所以各位女孩们看清楚了，她们身上的装扮，如果是你喜欢的话，当然记得留下来，一会就变成今天的特惠组合了。好的，那现在呢，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的伊娃跟 Emma， 谢谢。好，那除了这个组合之外的谢谢。其实，在今天有很多很多特别的优惠要给大家。除了他们身上呢是今天下杀于6折之外的一个单品价钱之外呢，今天呢全柜都是6折，所以待会大家要把握机会喽，在周年庆的只有今天，只有今天。对，大家你看心如身上啊有什么样的衣服？这件外套，就是这 T 恤，我都想要带回家，把握今天就只要6折。还有这里。哪里？这里的 T 恤在今天也只要980块哦，非常非常的划算，所以也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。真的。好的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再请我们的心如跟大家再提醒一下，今年秋冬呢，你觉得怎样的打扮呢会比较适合女生？今年所要展现的风格有没有什么小提醒？今年呢，我觉得就是一样是从自己最有自信的地方先开始。着手，然后其实我觉得基本就是外套，因为我真的冬天再多一件外套都不嫌多，这样就是衣柜永远不知道为什么都缺好多件外套。对，而且就是外套就像你说的，它可以一穿出门就给大家很亮眼的感觉。对、所以待会大家一定把握机会，在我们的发箍娃娃会上呢挑选今年秋冬适合你的外套。对，没错，只要6折非常的多。好的，那现在呢我们要给另外一个机会，就是有请我们的心如在我们的右手边那边，给大家一个拍照的机会。好，心如，你
今天身上穿的呢，或是手上拿的包包呢，都是我们的花鬼娃娃的，所以呢，待会大家呢，除了在这个房间。